哦，这是踢的吗？咋？你想报名红沙岗啊？就凭你啊！笑死人了，平常都没听过你讲过两句话，还以为是哑巴。对啊，连我们婷婷都还没有报名哎，你在想什么啊，婷婷？你上台就是丢我们班的脸。对啊，搞什么嘛？喂，别跑啊！不是之前说我的亚军吗？不要理他了，我们合作社吧。好。